每年的六月底，在新北市淡水金色水岸就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新北市全国大南瓜比赛，成为淡水金色水岸最耀眼的焦点。一颗颗栗子南瓜外形饱满，营养丰富又美味，是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，也是民众选择吃原型食物的首选菜色。南瓜要成熟之前，我们看那个地头有没有木质化，如果看木质化到最上面了，那个都木质的，就代表这个南瓜已经成熟了。那个南瓜如果要保存哦，换那自然哈通风的地方哈，啊，那换个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，那个甜度会更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贩售淡水优质南瓜的基地，为大家开箱实际购买的南瓜礼盒，抢先品尝淡水好南瓜。因应新冠肺炎疫情，现在淡水农会也可以使用电子支付，民众在确认订单后，来到农会超市使用悠游卡逼一下，就可以快速把我们的南瓜带回家咯。那我们栗子南瓜有一箱是有两个栗子南瓜，那重量在6到7斤左右，那含运费是500元。但是我们刚刚买到的南瓜礼盒最好要趁热开箱，淡水区农会今天要告诉我们怎么买到漂亮又好吃的南瓜。啊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搜寻淡水区农会超市粉丝专页，完成网络订购及付款，我们就会将礼盒宅配到府。今年淡水区农会特别推出当季南瓜限定优惠，从5月21号开始到6月12号，凡是购买淡水农会南瓜礼盒的民众，就免费宅配到家。当季盛产的新鲜南瓜就在淡水等着你，数量有限，要买要快哦。